报名成功。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说话注意点。好吧，今天我也累了，让我们吃完这顿饭回家。老板娘，哎，两瓶清酒。好嘞。我不能喝酒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喝酒啊？因为我喝酒不行。哎，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？喝，就是。还愣着干嘛呀？倒酒啊！来来来，再干一杯。来。干了干了，你养鱼呢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今天特别开心。你知道我上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吗？什么时候啊？还是上次看电影的时候。之前说的不是废话吗？